哇，这个巧克力很好吃，超级好吃，这个巧克力超级好吃，它是牛奶焦糖巧克力，新上市的，看一下这个日期，2022年12月的就到期了，才刚刚进的货，新上市的，最近一个月才上市的，很美味，嘴巴馋，肚子饿，随时随地可以吃，晚上也可以当零食，晚上三更半夜饿的时候也可以吃。这个有蛋白质，有维生素，有钙，纤维，好像吃奶昔一样。这个一个有4克果糖，如果你吃金沙巧克力，一个有8克果糖，不是，如果你吃金沙巧克力，一个有八克糖。哇，天哪！今天看到自己这里好像有很多白头发，很恐怖。又老了，40岁了，42岁了，又老了。